那这个该怎么？这个肉汁就是刚刚淋在上面的肉汁，怕你不够用。那我刚刚拿点肉汁，你怎么样？没有啦，你还是留点肉汁，留点肉汁再讲。台湾人要含蓄一点啦，你总是要顾及别人，所以稍微留点别人，留给别人。啊，现在都给你，都给你，都。所以他这样滴的乱七八糟，这样就比较含蓄，就对。很不含蓄哎。明明那边一缸这样，我们跟对啊，这不讲啊，那看看你会不会留给别人。有，我可以在里面游泳了，告诉你。哇，这才对，这样才过瘾哦。获得荷兰全国第三名三次哦，肯定很好吃哦。但我真的很好奇，你这东西它能吃吗？哎呦，吓了我一跳，刚好有东西闪过去耶。不是啥，这一趟来荷兰，我发现了。小辉在想，他在后面是好快哦，不行，他会穿帮。哎呦，我手很酸耶。好，多了一颗了，好来，可以正式开始了。我一直在敲钟了。你太急了。不是，因为它高，你要下去这样，然后一直要这样。动作慢慢的。但如果大家不是又看到画面，以为我是在庙里面吃东西，一直在敲钟。就会碰到啊！我们其实应该是在享受，你知道？你已经在一直在分析，一直在学习。